国宝级表演艺术家银汉记三叔公的林平芬，初评下注引进破评专家，数年九十批赛，在屏东宁波的银的记，做神奇优秀口味做拍戏，一旦出名。第三十年前的繁华木影运通，还特别打扮做阿楚多带吹游行。比到客家无时事的风险，贾不堪研究讲，其彩神的信念，就会希望客家表演艺术经过贾表演，更传承下去，唔会本日停表态。另外，贾国撇说，完成新的十三经验会举行。那其他嘛，就过年团，大队经过也真棒。神奇的动作，功夫了从轰轰到来。而今期三叔公的林平芬经上台，观众就会看到下海听乐，带动全场气氛。不过，弟弟今年代认真身体唔松松，去检查过后发现初度肺癌，韩国的二十二经验高成呢。呢度中医界民众都懂唔判得。伊都十五日检查讲有个肺癌啦，吓你啦。那过去人以后都身体真系都硬磨，都不能行动，都躺在床上这样。啊，到昨天才往生这样。除了年轻弟的出把戏，从戏三角色差一条表演艺术，红红都靠唔放。对二十岁起时就去见弟弟陆红表演的三叔公。前早佢喺 V 度为录视，下后喺 V 度为留客家唱下戏，争起表演。从起特别是客家耳面感染发一条高雄体现发通，都看得到沈叔公去参加。也不敢言讲沈叔公前面嘅愿望，做希望做得得到客 V V 客家贡献奖前天。下岁阿爸后要申请要嘅，要最体现嘅那个我哋哦，客家去要申请嘅哦。客家成哦，艺术成就奖啦！哎，讲哦，希望我哦，也都是最高的荣誉啦。希望我能够得到一奖，不管有哦，有高神啊，无高神，都希望我有得到一奖。遇到客家表演艺术奉献的贵生意，陈叔公的两个奶奶讲，董大松无好多加爸爸的功夫，都会做其他的条路。不过头摆陈叔公是快板高考教出一道好生意，希望永远做得牢记对客家韩国表演艺术的热情，成绩拍戏。按了解客家传统艺术的沈叔公高成呢，对艺文界来讲是动态损失。韩国家国片是为滴新年十三滴表演表演馆来举行。客家新闻做做非常早，传播头。